这一件大家看一下，这一件大家应该对它印象很深，因为它原本之前就上架过了，开卖不久就没了，但是因为面料短缺，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那近期妞妞看到有缎面的，所以知道大家很喜欢，这是缎面的，有没有看到它是滑布缎面的，非常非常好看，非常亮眼。然后这一款最厉害最特别的地方是它里面有做一个白色的内里给大家，一般的衣服是不会有这一层内里的，都是直接这样子很单薄的一片，但是这一款呢，它的质感是非常倍棒的，就是你看非常，你不用想里面还要再搭一个平口背心，它是直接帮你就是整件的平口小可爱都车在里面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哦，然后非常亮眼，不论你是拍照都非常非常的显瘦显色。对，主要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面料，就是彩色菱格，然后加上缎面，非常非常的舒服哦。好，这边呢都是弹性的，全部都是弹性的，所以不会分尺寸穿。好，最特别的是这边，然后下面呢，其实大家知道它有做松松的，绝对不会勒。短裤有卖吗？短裤有哦，但是之后今天偷偷透露的隐藏版商品，我们还没有上架，但是我们预计这几天会开放预购，好不好？就是会开放预购三个颜色，这是最新最弹的牛仔裤，好不好？超弹，保证如果你没有买过妞妞家的短裤，一定要带一件试穿看看。好，所以这件妞妞就讲到这边咯，因为之前也其实有类似款，只是它换了缎面的布料，卖得非常好，希望这次不要再断货，所以很喜欢的人就赶快去下单咯。